不陪龙来了，俺我不能叫他坐我的凳。对，他坐的很多人，关键，他很巧，他很巧。哎，我都考你那么多钱，我人家又不坐回家了，你这个这个。他不知道人家是习惯了。哎，我都不给他地方拿着，搞弄回家了，俩了，搞我。光阴来了，我就说了，车上有个凳，我换个别人来，我就不成。嗯。我都是光阴待了，我也待了。我那一会儿在大姨头，我那个这边儿搞被子那小姨儿，我还在车上搁嘞。我也是看人，那谁中了？我说我车上还有个证嘞，你前面坐着跟我坐那一样。我这不就闲闲事，我基本搁家了，搁家吧。俺女婿一来，他好坐那凳。俺家吃饭没有那高桌，俺家吃饭就跟桌上放桌比这个大了，俺都搁沙发头。全都是这个了啊！连坐那沙发上，那个加上拐角，这能坐四个人。嗯，他不愿意俺挤到沙发，他自己搬到那儿坐。嗯，女也懂事，老是我坐的那个沙发那个位置。十一点嘛。他昨天啊，十一点，那你走过以后啊，我走出来的。他没有喊咱来下边，就走到菜馆那儿，别想。哎呀，你说就上一天班了。呀，这老邓家电着桌子电着气，又能有啊，全操！谁呀、啊？这老邓，过去老在公园西门上，俺过去的老在一块打台，他现在也是爱好的，象棋爱好的，他老是在太和宾馆门口玩。我真去了两次，下午三四点钟没见。是啊，那主要是那个小瘸子跟那儿的。嗯。现在身体都要快八十了，嗯，你身体都好多年，但是六十一晃一晃，十快八十了，今年七十几啊？七十七，啊，七十七，你看这里办事有多远呢？天马又热，马上该冷了，冷我知道啊。好像是过了国庆节。我一说我今天十一点，我起来打过疫苗，我说咱回家干啥？我去洗澡吧，我去澡堂了。我一到澡堂了，见了老牛，老牛也跟他洗了。我看着鸡巴像他，因为他背着我的脸了。他在淋雨地在自己跟他鸡巴自戳了，为了省十块钱。我那跑了，我看着像他，我是老牛哥不是？我说我也看不清。他说是、老弟，他咋又比你多着呢？俺俩刚洗过，就那个老人也去了，就是老那个老太太，他事情沉嘛，我的印象都行。啊，对了，他说是这样，还有后盖，里头能搁东西。我这鸡巴吊车，他要没有搁东西的地方，啥东西都是鸡巴往脚底下搁。那是不是大小的？这不昨天我问他，我说你这车昨天买的15000，我回来我搬到新家，马上得把我三轮处理了，买了。他说你别处理，说鸡巴车咱要证。你到三轮没说。他说这个汽车搞，在市里头方便跑，咱汽车跑长途，他这。找不着对手。一会儿准备接班了，准备找个小妖把这块儿讲的，好硬，真硬，不行。哎，回去包邮。今天你再来看，那傻逼又在来了，这不咋咋呼呼？昨天给他下山了，我给他起个嗷嗷，他在嗷。不是，我真不知道他姓啥叫啥，哎呀，那都喊他嗷嗷的，嗷嗷叫，嗷嗷叫。他鸡巴脸上胖的下路，我跟你说，他是水平鸡巴是。他胖你不知道，他脸胖是鸡巴下路，那估计跟他下估计下路。哎呀，他站到旁边指挥的，你要比路马子还牛。记录下手的。看不着啊，老郭，老是阴阳，老沉老沉。老郭，人家这会儿就闯挨撞。老郭天一年四季天天搁那。他是搁里头就泡泡澡，不，他弄到四五点那钟。对，他跟我说了，我说我一会儿去七点啊，他说我搁那睡到五点。
别人谁知道穿着秋衣秋裤戴着毛巾被那个毛巾我脸上一打那他还打呼嘞他去了我不知道，我这个我洗过了，我那塞了，我那塞了，有人我塞一个多小时，我塞醒了，我一醒了我听着声音，可是我一过去，你吧，俺俩挨着的，全是自己人，唱着呗，唱着还唱，全是自己人，可不得你咋？全是人，难受。你喝了不行。他一直去咱那了，他讲你，讲什么？讲什么？你来吃，你吃我这个，我讲一句，啊，对不对？你吃我这个，我讲一句，僵尸，你叫公公，你叫我，你叫我刘凡弄的，你叫我刘凡，不能收集了，刘凡没有，啊，收集了，你叫我刘凡，将军，公公刘凡，将军，排下来一会儿，下注了，要给排下来，你我要跟饺子，他鸡巴讲社会，你说，不是他一将军，他点跑。对不对？他点跑，我马上就咬着你。他鸡巴说是他憋，你越说啥他看不住。他不听你了。对，他不听你。排出来排戏了，就给他排戏瘦了。他不听你。哈哈哈哈哈。这是想起。这么说，他这个马可能懂。你屌懂的了是？那个群，是不是？就搁那群《孙子兵法》，我这屌懂屌懂。这是个全四中的，这是个战场啊。我既然着想，我不要了，我都不要。中了。我叫他给我打了算了。给老先生说是起好了，完了就工兵了。哎呀，吃，也吃了。啊，他这个妈不懂最好。吃这玩意不懂干嘛？那下一步我给他兵给他拆了，是吧？干拆吧。哟，在那干嘛？一会儿了吗？嗯，快我不想找工作，你这老好了。工作吧，那个主菜不工作完了。刚才也是个亮眼的，要攻哪个？这个主，这些主，你还给我说哪一个？你光说哪个，我真不着。一会儿吧，一会儿。就是要不打我，真好。他一打你就快了。耶。他一打你都快了，连我副将都打不住他了，不懂啊？怪我被攻在那儿，我是软的很，跟你说，软的很，这个肉是真软，这打了，看着了吗？三次鬼鞭，哎呀，他那个炮杆里，你这马上都要命气，他敢打？他看不出来，他朝上刚，朝下上。要准备干了，吃吧。这是怎个他不听你的，我一会儿上了对一盘，啊，上家治了一盘，然后就不听你的话，不听你的，你得收硬的，你得收软的。你看现在他有气没有？还气有气没有？不着，现在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和气现在没有气。你现在一叫点姜把人给你扛了，那之前老姜闲的，他玩儿就是他吃那个饼，他都吃那个饼，不能亏，不能亏。好了，哟，这咋弄了？不好弄了，你这第一。哎，这条表现太好了，他得下车，啥是吧？看看，就小聂牵着鼻子走了，这是。啊，他不走都是对子事是吧？他一攻那个柱，你看多快，找着字了都，不着局子找跑。嗯。不听你的话，下边你桌上对他两盘，叫他教教他。对，那你手硬的。对，他的手软，靠，这是手软。叫他下回叫他手控不干力，那个跑不干力。我找他，我的天哪！你有多少？你有多少？啊，你要多多少了？俺弄俺弄，你要多少了？嗯，不干你啥不干？这个气瞎响，响上响，打吧，叫他打。那边那他跟那一打都没劲了，太没劲了。你干的？啊？你干的？你干的？你干的这片这个东西都弄差不多了。你干的？徐哥弟他妈起来都不给他当炮尖了。你的血压正常吗？顶住，我就没病。哎呦，太好了，真没气气了。哎呀，哎呀，葫芦娃娃年龄大了，血压高，真没有气了。
族的扫把神用功里，你神力做好，就是刚刚的。其实起了刚刚的，是不是？快八十岁了，估计活到102不成问题，超过一边张教练。咦，张教练，你不坐轮椅坐了30年呀？那挪到十一载，你不退出了？不能讲你好来的，那得跟讲。下一个要回江苏，我能专门去书店借了一本张学良那个书，就是。这他妈上不讲吧？太讲了。游戏打眼，后头一个人上哪都行，上到哪里。电子啊，那是一电力不太远。上吧，上。挑战给他拼了他。我拼了呢，你把跑的那都啥鸡巴事都没有了，你那边还还啥事啊？真是，你不会你不会读了。哎，我的鸡巴弄得迷迷糊糊了，这也行，这也不错。拼了呢，踹了他，啊，踹了他，踹了不下边还是咬死。别这发来着，踹了还是咬死。不要紧，你跟他们他妈都不咬呀！你踹了他，这一气僵就死了，还有啥？他吃了你再刮，先刮后刮不一样？不一样，那当然不一样了。再踹了他，喝点水就能，现在那酒不会走了，喝点水。你这吃橘子都不会吃了，我这没法弄。你踹他，橘不敢吃，吃了一刮跑跑了，算彻底嚼了。是是是。去吧，你这别弄那了，给治他一个，他都不听话。让你干弄。啊，下吧下吧，加两份，去吧去吧，找两份，找两份。